run is against the wall. 40, 40, 20, 10. Good evening, everyone. How are you? Good, good.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佬。那大佬这个礼拜呢，被公司啊连续抓飞四个待命啊，连续每天啊跟开307的巴士司机一样啊，非常的累，连续处了一个礼拜，连七，太残暴了啊，连七天的飞行啊，所以大佬呢尽可能的、啊、在空闲的时间啊，做出这支片子给大家看一看。老这样搞也不是办法吧。如果大家喜欢大佬的影片啊，欢迎大家啦，不要吝啬，可以懂内大佬，支持大佬可以做更多的更好的影片，好不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系列大佬介绍波音787飞机各个部位各个细节的话，以后大佬会更多的影片来 support 大家。那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走。是787的驾驶舱，这个面板可以选择我们底下 display， 现在看一下 SYS， 这个可以选择我们要看 system 可以看 electrical 电力系统， hydraulic 液压， fuel 油压， air空气系统，起落架， flight control 操纵界面。我们先来看到利用这个来选择到了左上角，这个是 LAB， 是 laboratory beacon， 告诉我们前面厕所是空的啊，我想要去那尿尿的时候，我就看一下，哎呦，空的，我就去后面尿尿，不然我的监视器是看不出来厕所那么冷的啊。这边呢，直觉式的反应，反正呢，有黄色的就是有门啊，门就被打开了啊，叫黄色的就是门打开了，打开了。啊，这个写字的 M 是 manual， 我们客舱的门啊，有 manual 手动跟 AR。嗯，就是 slide， 就是滑梯啊，在预位的位置。所以我们关舱门之后，这边啊，这个 MMMM 啊，所有的门啊，到的是 M 才可以。这样子飞机出事的时候，门打开，滑梯才会自己 slide 跳出来。好，大佬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滑梯预位。滑梯呢，就是所谓的 slide。就是呢，我们常常在电影中、电视中、新闻节目中看到飞机有出事意外，躺在趴在跑道上，然后地面上，舱门打开，啪打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滑梯，这个滑梯呢，藏在每一架飞机的舱门底下，你看舱门底下有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救生阀梯呢就在这个里面。好，这东西是怎么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呢？就是说平常我们舱门叫一关起来，它有一个预位的按钮 ARM 就把预位住了。好，这预位之后呢会怎么样呢？只要我没有空服员没有把它这个预位按钮解除掉，舱门就要在任何情况下打开，只要门一打开，slide 呢就会滑出去，砰打开。这作用是为什么？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怕如果紧急的情况下迫降落地之后飞机起火，任何情况下必须要逃生的话，那门舱门空服员我叫一打开舱门，啪 slide 就打出去，大家就可以马上逃生。不然的话，舱门打开，你还要在那边打 slide 充气，怎么来得及呢？所以呢，舱门登完机，舱门叫一关上，准备要后推呢，机长就会广播，像我们都会广播 ，Cabin crew on slide and cross check， 滑梯请预位，
互相交互检查哦，左边检查右边的门，右边检查左边的门，好、哦，空服员互相检查，看你有没有把滑梯互相预位，好、哦，这样子飞行途中遇到状况，好、哦，实在才会打出去。那落地之后，准备客人要下飞机的时候呢，哦，机长向我又会广播 ，Cabin crew disarm slide 哦。我们要请空服员呢把滑梯解除预位啊，他一定要解除预位，他不解除预位，门一打开，砰，实在就打出去哦。所以呢 ，cabin crew disarm slide and cross check 啊，解除滑梯预位，左右两边交互检查，不然的话一没注意，一开舱门，砰就打出去哦。所以呢，大佬待在这么多家公司，每一家公司，我跟你讲，我待过的每一家公司都有空服员哦。华航、长荣也都有哦，层出不穷啊！每个航空公司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空服员不小心啊、哦，滑梯没有解除预位，然后要下客的时候一打开舱门，啪，实在就打出去了哦，好不好？所以这我们关舱门，像我飞旋，我就要检查。好、哦，像大佬刚刚讲的，那个 M 是 menu 的 position，menu 的位置呢？哦，就是滑梯解除预位，所以我在地面上，你们刚刚看到都是 M 哦 ，menu 每一个门呢都是 M menu 哦，解除预位。等客人登完机，舱门全部关上，我那个位置我就要看到它上必须写的是 A auto， 就是滑梯预位 auto slide 打出去，所以叫 auto。好，那现在大佬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新的飞机哦。都有一个机制，就是说你即便滑梯预位的、哦、slide on 的位置、哦、你从里面打开砰就打出去，对不对？但是你只要是从外面、哦、地勤人员从外面把舱门打开，即便你滑梯在预位位置，它不会打出来、哦、不然的话，你要是滑梯没有解除预位，外面的业务哦，这帮你开舱门一打开砰，它不是弹出去了哦，以前老式的飞机很危险，现在新飞机都不会哦。里面忘记解除，实在没有预位，我们业务在外面打开不会怎么样哦。像大佬最近常常要飞货机哦，货机就我跟副驾驶两个人飞，我们公司就规定哦，滑梯呢要预位一号左边门跟一号右边这两边的门啊、哦、，in case 有状况发生，我逃出去才可以预位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因为。公司层出不穷，都发生过大家忘了解除预位，砰才打掉。我们公司年初也才打掉一个哦，所以呢，像大佬，我滑梯解除预位之后，对不对？只要有业务在外面，我解除完预位，我没问题嘛？我开舱门应该是不会滑梯打出去，但我都不碰。只要有业务在外面，他要开舱门，我都让他开，以免呢有个闪失，不小心打开滑梯 slide 砰一下打出去了，好不好？好，然后呢，再跟大家讲。像我们哦，每年复训都要重新跳 slide 啊、哦，飞行员、组员都要跳 slide。你们也看过大佬的 slide 影片。嗨嗨。我们看一下 forward 电子舱前面的 entry door， 左边是 L， 右边就是 R， left and right， 左边一号门，右边一号门，左边二号门啊，所以呢商务舱都走 L1， 然后经济舱走 2L， 这个右边的一号门都是 service door， 上餐上东西的。有没有 after cargo forward cargo。 那我们大佬带大家去看一下 cargo door 实看。哎，拿个衣服，哎呀，实看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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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像当年啊，直接这样一滚滚下去，多而滚啊！啊，看一下啊，这边就是 EL1L， 左边一号门，现在到右边 ，One Right。后货商也打开了啊，这边啊要来装货了啊，货盘就从这边到那边上去，进到货仓里面啊。前货仓跟后货仓呢是没有相通的，大家都说哎呀，前货仓跟后货仓怎么没有相通？因为中间有油箱啊，怎么相通？所有的液压组件起落架都在中间啊。后货仓，这边有个豆耳啊，这个货仓，这个货仓啊叫做 bulk cargo 啊，前面货仓后货仓啊全部都是有上货盘的，这个地方哦、啊、装散货啊，所有的商务舱头等舱客人的行李就在这边，组员的行李有挂组员牌子也从这边啊，散货啊，所以呢商务舱头等舱客人的货啊落地座啊靠背，他先从这边先下下来，都从这边先拿的啊。好，大概就这样子咯。从左边二号门还有出口上来，开多少天？哎，啊，出口了。现在带大家来看看。空服员的 service panel 哦，这又可以选 menu 哦，我们要选什么东西？客舱的控制，空舱的维修哦，我们通常做选客舱的控制哦。这边呢，对我来讲呢，我们代劳这是那个电灯嘛啊、各个组员的位置哦，这个 temperature 温度哦。可以看到客舱温度、厨房的温度啊、哦，然后呢，对我来讲呢，我常常看这个，我要看这个 waste tank 水肥，啊、哦，飞机上水肥满了没？啊、哦，左边的水肥空的，右边的水肥空的，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刚落地，刚刚才清过的嘛。然后呢，这个是 water tank， 飞机上就一个 water tank 啊，哦，因为还在补水嘛。总共的是1020公升的 liter 的水，现在啊就灌这么一点点，好、哦、还在灌，刚落地还在灌啊、哦。然后这个呢是那个窗户啊，
我可以把这个窗户，就客人的窗户，我把它搞黑啊。国际线飞岳阳的，你坐靠窗，你不给我把窗户关起来，帘子七八七，我就直接把你关掉了啊，有没有？七八七有客舱加湿哦，所以呢，我们要打客舱有多少人打进去，他会依照客人的人数来加湿。OK， 好。大佬现在呢，就带大家来看看飞机的加水车啊 ，Water Service Truck 啊，飞着水它不是无中生有啊，飞机要加油，它当然要加水，把你们喝的水从哪里来，对不对？它不是矿泉水一瓶一瓶的倒啊，好不好？啊，如果你跟空服员要矿泉水的水啊，你可以拿得到矿泉水的水，但如果你飞机上喝茶、喝咖啡哦、喝热水。全部都是由这个飞机上的储水槽 water tank 里面来哦。这个储水槽的水呢，哦，举凡你喝的水，到厕所、洗手间啊，按下水龙头出来的水，跟马桶冲水，噗，都是一样的水。哈，呸，恶心啊！所以呢，你喝在飞上喝热咖啡啊，没有比较高级，跟我在厕所里面洗手槽弄出来喝的是一样的水啊！你有本事去马桶接出来的水喝的是一模一样的。好、哦，这个 water trunk 啊，加水车啊、哦，我们等一下看得到这个加水车呢，它里面呢、啊、据说是 RO 逆渗透水哦，所以是理论上是干净的，但是呢水是干净的，没有说它这个 water tank 是干净的啊。飞机上这个 water tank 定期要清啊，我就大佬就不跟你们讲，每一次清出来啊，那个机务那个滤芯啊有多脏。你算是把我恶心着了啊，所以讲出来就吓到大家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看看这个飞机的 service water tank 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787呢 ，water tank 是1020公升哦，1020公升呢。加水的管子就这么粗啊，这么粗啊，这么粗，跟大佬一样粗啊！我好浪漫啊！好，那所以呢，它不像加油啊，所以它加的非常非常慢，加个水比加油还要慢。好，我们再来看看，走，这是水车。Drinking water only 啊。它里面上的人是 RO 逆渗透的水啊。Portable Water Service。好咯，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咯，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期的影片。好，还没有按下小铃铛啊，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以后大佬更新呢你们才不会啊迷失方向。然后呢，欢迎大家赶快的加入大佬的粉丝团型男机长疯狂詹姆士飞航管制区，或者呢我的 IG CRAZYJAMES787啊，这样呢大佬随时有任何新的资讯才会在那个粉丝专页 IG 公布，好不好？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 FB 型男机长疯狂詹姆士飞航管制区 IG 飞机专页787。